从此后一个人淋雨，一个人吹风，旁观你为了他心动，为了他心痛，我只是普通观众，没权利参与你的。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对吧？没打扰你们吧？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大哥消息好灵通啊。严不严重？多谢大哥关心。关心你是应该的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说是不是，云小姐？对了，这花是送给你的，嗯。那就看你今天出不出得去这个门。又要把我铐起来是吗？你一直是这么想我的吗？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